什么？画奥特曼能打十勺饭？没错，今天可是你们能吃饱肚子的机会，可要把握住啊！小意思啊，我可是画画高手，我学霸什么都能画出来。我也不赖，我是绘画小天才。没问题。菜菜大厨，我们都画好了。哎呀，没想到你们都画得这么好，校长交代的任务终于完成了。哦，什么校长？什么任务啊？哎呀，校长让我画奥特曼，我哪会啊？为了不扣工资，只能找你们了。菜菜大厨可真有你的。好了，快给我打饭吧。给，你们自己打吧。啥？掏耳勺打饭？对啊，十勺，赶紧打吧，我还着急下班呢。菜菜大厨，你这样套路我们，不怕奥特曼找上门啊？切，一个动漫人物你们还当真了？有本事把奥特曼叫出来呀、啊！幼稚。大圣，靠你了。奥特曼天团申请出征。菜菜大厨，现在你怕了吗？饭你们都拿走吧，别让奥特曼来找我啊！哼，还治不了你呢。走，我们吃饭。点击下方抖音视频，关注一下呗。